今次睇到好多好熱心嘅弟兄姊妹去參與呢次演員嘅招募啦，我其實好開心。咁今次嘅演員考試咧，俾我覺得好温馨嘅，因為其實可以同咁多人一齊有交流啦，又更加認識到你哋幾多。咁咧，好多謝你哋今次嘅參與嘅。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好落力咁樣去做每一個角色嘅，同埋真係好見到你哋咁一個好認真咁去演繹。多謝你哋嘅參與。今次見到啲演員都好心思啦，咁可能我哋今次 set 咗係分兩 part 去 interview， 咁佢哋一 part 係要真係要面對我哋一齊 interview 嗰陣時，咁其實都見佢哋花咗好多心思去做好自己的角色啦，想表現出佢想侍奉呢個演員呢個崗位咧。乜都諗咗，喂，睇下坐喺邊架，你又諗唔到啊？因為佢哋太犀利啦！多謝你哋嘅參與。啊，好認真噶，即係佢哋完全係投入曬喺裏面，甚至佢哋有啲人係好夜嘅時間嚟去面試咧，佢哋都仍然好精神啦，好喜樂啦咁樣去參與今次嘅依個面試。我覺得今次所有參加呢個電影部嘅篩選嘅人咧，都係好勇敢，因為佢係可以對住咁多鏡頭咧，都可以好投入咁樣做。好多謝你的參與。他們在無論在面試之前，其實他們都很認真地去對待這次面試，因為他們都很緊張地去問清楚考試時，即是 interview 時會要預備什麼，還有自己究竟預備得足不足夠。我覺得大家都很認真和很盡心盡力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將這個態度放在其他的侍奉層面裡面繼續努力。我
多謝你哋今次嘅參與。今次嘅即係演員嘅表現咧，真係好多都意想不到嘅，甚至係可以講話百花齊放，好勁嘅。咁咧，好勁。百花齊放啫，百花齊放唔得嘅咩？係啦，嗱咁咧，其實即係見到啦，即係好多人都係好俾心機啊，咁去即係預備佢哋嘅劇本咯。多謝你參與。有好多參與呢次考試嘅咧，都表現真係可以用極之精彩嚟形容。咁有啊，即係我見到有人扮雞啊，有啲人又扮動物啊，有啲人啊可以讀聖經嘅金句啊，咁即係叫做包羅萬有啦。多謝你參與。人數好多啊，同埋佢哋嘅表現都非常之出色啦，即係各有各嘅特點啦，有啲嘢搞笑，有啲認真啦，即係有啲係喊添啦，即係乜都出齊佢哋，係做得好好佢哋。我覺得佢哋好專業，佢哋會自己準備啲道具啊，會幫自己化埋妝啊 ，set 埋頭啊，咁其實好多都會預備好充足咁樣嚟面試咯。多謝你哋嘅參與。